我们呢希望就是透过我们的首创全方位发展美术课程系列，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学习到更加的创意，然后呢他们的八大智能和全人格培育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。所以我们应该就是用创意丰富他们的人生，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多姿多彩。现在的小孩他们很多都是很依赖父母，希望他们是来到这里不只是学到画画，还可以学到跟人社交啊，更多其他画画以外的东西，学习到怎样更独立。在整个加盟的过程中呢，真的很庆幸有 Artivo 这个团队，因为不管是在 training 方面，在各个方面呢，都是帮助到很多很多很多，可以说是有求必应，感觉不是一个人的事业，而是一个整个 team 的事业，感觉也可以真的是走得很长远，以教育为出发点，而不是以怎么赚钱为出发点。所以呢，你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古来开张的优惠，还有呢，记得来我们古来的分院询问详情哦。